间，鹿晗最新时尚大品释出，浪漫的粉色西装搭配银色短发，好像漫画中走出的少年，帅气潇洒。一身粉色西装造型，气质清新的同时又不失酷帅霸气。这次以银色短发造型出镜，干净清爽，粉色西装剪裁立体有型，非常凸显身材曲线。鹿晗的身材比较修长，穿粉色格外清新帅气，再以设计感满满的衬衫搭配粉色西装，格外清新浪漫。白色衬衫采用翻领的设计，并且不像普通的系扣衬衫，这件衬衫利用拉链设计，仅显个性时尚。一身浪漫气息十足的粉色西装，宛如童话中的王子一般优雅帅气。白色小白鞋让一身粉色造型更清新帅气，而身穿白色针织衫的他显得居家休闲风十足。白色针织衫简洁却不简单，仅显男神的清爽气质，同时佩戴精致的项链，是邻家男孩的穿衣示范哦。喜欢就订阅呗。